开启原话模式就很清晰啊。这个家小狗，昨天晚上收工之后呢，他最近有点太丑了，然后呢我在家我自己买了个推子，又给他剪了个毛，现在还今天是稍微干净利索了，让他出个镜啊。毕竟我们家的小狗也是有糙话的人啊，朋友们多么的硬实，都有糙话啊，你说多吓人，人家最多也就是有一个那个有一个这个什么毛，我们都糙话，都有糙话。哎，所以呢我一想说，你作为一个这个女艺人来说的话，平时因为我经常带她出门去化妆啥的，我颓废点颓废点行，但是她也是有一些路透的啊，有很多朋友也是，她也是，我们家这个小狗也是有路透的，我寻思别路透的时候太难看了。